好多人说做雪面条会粘手啊，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怎么会粘手呢？这个是多少的杯子？2.5，筷子搅一搅。然后呢，记得戴手套，我一直说要戴手套，这个是小马，然后就可以上手了。你看这怎么会粘手呢？一点也不粘，一点也不粘，就这么揉它。一点也不粘，只要戴了手套，一点也不粘。来包个水果，把它弄平一点。包个橘子吧，这样包起来，这多的揪掉。哎呀，再给它团团圆，哎，这样就好了。我吃一口，嗯，特别棒。